未知的危险威胁着长江精灵的家园，迷茫的线索困扰着负责侦办的警方。江边出没的身影，是夜钓的渔夫还是潜伏的暗哨？江面闪过的白光，是星光的辉映，还是入侵的船只？夜探江心，天网栏目即将播出。在2023年7月5日的凌晨，我们民警在辖区重点水域开展视频巡查的过程当中，就发现河王庙长江故道的江面上有零星的灯光在闪烁。本来本该平静的江面上出现了一抹白点，那时候已经是凌晨12点。这个时候在江面上出现一个白色的光点是非常一个不合理的一个现象。因为河王庙长江故道它也是两个省级长江江豚自然保护区，保护区里面除了长江江豚和中华鲟以外，还有大量的鱼类生存。长江江豚被人们称为微笑天使，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它们主要栖息在长江及其支流的水域中，其生活状态是长江生态环境质量的晴雨表。作为研究江豚生态习性和保护江豚的重要基地，湖北监利河王庙长江江豚省级自然保护区在长江十年禁渔工作推进以来，一直是严格限制人类活动的区域。这一束出现在深夜江面的灯光引起了长航警方的高度警觉。按照常理来说，你就算是违规钓鱼的群众，他也只会在岸边进行一个活动，但是这个白色的光点它是在江的中心，而且这个光点在不断的移动，这个异常就引起了我们的注意。拿起。这片水域并非长江航道，除了巡护人员，不应该有任何船只活动。因为我们的巡护人员的灯光的话，它不会一开一关，但是我们从视频监控里面看到的灯光，它就是一开一关，一开一关的。你放大一点，现在放大。由于视频监控位置较远，加之夜间视线不佳，一时间民警无法对灯光的来源做出准确判断。为了查明这束灯光究竟从何而来，民警决定驾车前往附近水域去看看。凭我们的经验的话，应该那个时间点如果在江面上面有灯光的话，多半应该是船只，所以说我们随即就安排了民警前往那里，用无人机确认一下是不是那个船只在江面上活动。因为它那个水和那个天气它两个温度比较接近，如果说你用热成像的话，它整个的那个色差不是很明显，你就没有办法分辨这个热源的这个颜色，不好区分，所以我们就用普通的这个夜视功能进行的一个侦查。当时因为夜晚的月光不是很强烈，我们不敢靠近作案水域太近，如果说靠得太近的话也引起其他人的警觉，所以说效果并不是很好。此后数日，民警发现这神秘的灯光不时便出现在河王庙江豚自然保护区江面。
这束诡异的灯光，究竟是什么人在江心活动？而这艘船又为何在午夜时分出现在这里呢？为了弄清楚这一神秘灯光背后的真相，民警决定在保护区江边潜伏下来，实施抵近侦查。我们计划是伪装成一个钓鱼人员，我们就是穿着这个钓鱼的雨靴，然后拿着这个钓鱼的鱼竿。他没有其他的外来人员在这里进行人为活动，唯一有的人为活动就是垂钓人员。我们侦查人员也只有伪化妆成垂钓人员。最开始我们并不知道他们的作案规律，什么时间出来，什么时间结束，我们只能盲目的每一天夜晚都去蹲守，然后通过这种方式来判断他的这个轨迹和他的规律。保护区人迹罕至，没有任何照明设施，而为了避免车辆的灯光暴露目标，民警只能在很远的位置就弃车步行。当时气温大概夜晚的气温也还是比较高，为了避免他人的发现，然后我们从长江大堤那里就开始下车，然后就徒步，然后一直走了大概有一个小时左右才到达。其实路程并不长，但是走起来特别费劲。保护区植被茂密，潜伏的民警和各种生物整夜为伴，滋味并不好受。因为夜晚上水边的那个蚊虫的确还就是挺咬人的，再加上那个晚上周边有那个马还有牛，它晚上其实有时候突然叫一声还是有一点吓人。但是对方出没的时间并不规律，一连蹲守了十几天，民警才有所发现。我们只听到有一些轰隆隆的引擎的轰鸣声，但是我们无法确定这个轰鸣声是从哪里传来的，凭感觉是从这个江中间传来，所以说我们只能看到一个隐约的一个黑影在江面上晃动，但是这个引擎的声音还是十分明显，所以说我们当时就判断这是一艘带有动力的一艘船舶。这里是江豚生活的水域，动力船只的螺旋桨会对它们造成严重的伤害，巡护人员会非常谨慎地使用这类船只，而敢在这里肆无忌惮行驶的船只，其目的令人生疑。这艘带有引擎声的这个船舶全程没有开灯，仅仅是在靠岸的时候，在岸边上堤的一个地方亮了一下灯，然后马上就熄灭了。我们就听到这个发动机的声音越来越远，就感觉像是又前往江边了，然后就再也没有看到这艘船的踪影了。仅凭这一晚的发现，长航警方就可以断定，在这片水域长期有一些机动船只从事不法活动，对江豚的栖息地构成了巨大的威胁。这类型的案件必须做现行，如果没有作案工具的话，你是打击不了的。所以说我们还是想经营了以后放长线钓大鱼。第二天中午，因为正值夏天，中午一般都是没有什么人的，所以说我们选择在中午骑摩托车前往吉城麋鹿保护区内来寻找它的作案船只。植被非常茂密，我们骑摩托车也是在里面穿梭了大概两三个小时才到江边。真没有路了，这里这都是水河抓过去了，我们要到那边去。但是我们到达江边之后也没有发现那个船只到底停靠在哪里，然后我们才采取利用无人机的方式来寻找。拿着镜头稍微再往下跳一下，看这边有没有镜头，然后搞成变焦别广角。然而无人机的空中寻找也始终没有找到这艘嫌疑船只。经过漫长而细致的空中搜寻，民警在江边一处较为隐蔽的地点意外地发现了三艘塑料船筏，但这些塑料船筏
并未配备发动机，并不是民警正在搜寻的可疑船只。确实也存放着三艘蓝色的塑料船，但是与我们昨天观察到的情景并不相符，所以说这让我们感到十分奇怪。怎么靠过去了呢？哦，这里有个出口了，看到没？这里有个出口。在夜间的侦查中，警方已明确观察到该船只的航行轨迹，然而第二天的实地搜寻时，船只却神秘消失了。那么这艘船究竟藏到哪里去了？为了一探究竟，民警操控无人机向自然保护区深处飞去。搜寻了有两个小时左右，然后发现了一个类似于口袋的一个池塘吧，进出口很窄，然后里边却很宽敞。就在这池塘里，我们发现了一个机动木船，像一个木船。再拉近一点。你再飞低，高度降低，高度降低。这应该就是一个木船，看到没？包括它的船头。但是他找到船了，他怎么靠过去了呢？哦，这里有一个出口了，看到没？这里有个出口。这个出口还非常窄，你看到没？这，就是这里。从我们无人机画面来看，这个木船大概有5米左右那么长，宽差不多有1米多，然后上面有一个柴油发动机。看到无人机拍到的画面，民警马上就确定，这就是夜间在保护区出没的嫌疑船只。这条船上设施和结构非常简陋，不具备排除摆渡或者货运的功能。警方高度怀疑，该船在夜间出没的目的就是为了从事非法捕捞。为了进一步查证，我们就选择了夜晚，通过划皮划艇的方式，然后抵近侦查。5点钟左右，天还没亮的时候出发，这个整个距离大概有2-3公里左右。等到天已经蒙蒙亮了，我们才到达那个船只藏匿的地点。民警在藏匿点兜兜转转，找了好久才找到这艘船。显然，对方为了藏匿船只，花了不少的心思。这里如果说你徒步进来，你就算你站在那个岸边，你都无法观察到那个船只的停靠点。因为它是有一个坡度，然后这个船只正好停在这个坡的背坡，你不走近的看，根本看不到这个船舶。幸好有无人机拍摄的图像作为指引，否则民警可能一不留神就与其失之交臂了。船上并没有人员值守，民警决定靠近登船检查一番。我们划到皮划艇到他停船的位置，刚好在他那个船舱里，我们发现了几幅3层网。看到渔网，民警的神情变得十分严肃。这是一种名为3层刺网的渔网，是长江流域重点水域明文规定的禁用渔具之一。这类渔网不但对长江里的鱼类资源造成极大的破坏，也对生活在这片水域的江豚构成了严重威胁。下网式的捕捞，对江豚的话，影响主要是这个会缠绕这个江豚，或者是将江豚这个网到这个网里面去。因为江豚是哺乳性鱼类，它是隔一段时间要出水面换气。如果这个非法捕捞人员在下网的这个时间段这个比较长的话，这个很有可能会缠绕或者捕到那个江豚，造成那个江豚的窒息死亡。在船上找到的渔网印证警方之前的推断，这条深夜出没在保护区江心的船只就是在从事非法捕捞的勾当。当时看到这个渔网，我们是非常兴奋的，因为我们终于可以对他的这个犯罪的性质以及罪名的认定，在证据链这个环节更加的完整。
发现这一个场景之后，我们内心是非常激动的，因为我们作案船只、作案地点、作案工具都已经确定了，我们就只等确认当时非法捕捞同时非法捕捞嫌疑人的身份，就可以进行一个收网了。这个红线这个位置就是我们的金江大堤，这个拐点这个位置就是我们进入保护区唯一的一个入口，大概从这个点到他们停船的这个位置差不多有3公里左右的这个距离，然后这个道路也比较狭窄，只能靠摩托车这种工具才能到达这个船舶停靠点。可以根据抽查情况进行立案侦查，那么按照今天的情况侦查可以确定为710非法捕捞水产苗案，刑侦部门、刑指部门和鉴定所民警组成一个专案组，进一步的开展侦查。案情分析会上，专案组领导要求民警不可急于求成，要耐心细致地对待每一条线索。静下心来的民警回想起一条线索，在前期侦查中，他们曾发现保护区深处一处十分隐蔽的防护网被人为破坏了。沿江的都有一个用那个铁丝网隔开的位置，但是仅仅只有那一个片一个位置铁丝网被破坏了，我们就判断三轮车停在这里，然后把鱼货物从这个坡上面，然后通过这个破损的铁丝网把它运到外面来。这条线索在当时看来并不起眼，但在案件各个侦查方向都没有头绪时，就显得弥足珍贵。这处地点十分隐蔽，只有非常熟悉保护区地形的人才有可能知道此处可以通行交通工具。我们跟那个钓鱼的人闲聊的时候，我们问他这么隐蔽的地方他们为什么能够找到，而且还这么不好走的路他们能够开交通工具，骑摩托车也好骑电动车也好，能够找到开进去的路。他们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比较有价值的信息，他们说能够骑摩托车找到这个地方的人基本上都是这个附近村落的人，所以说我们就把搜索的范围更加的缩小了，就缩小到了这个沿江的一个村落里面。因为我们这个猴王庙江豚保护区它有一个特殊的一个地理位置，它在翻过大金江大堤过后就是沿江的一个村落，而且这个村落里面大部分都是原来的退捕的渔民，而且这些渔民世世代代以捕鱼为生，他们掌握有熟练的捕鱼技能。自2021年1月1日起，在长江干流和重要支流、大型通江湖泊、长江河口规定区域等重点水域实行为期10年的禁渔，全面禁止天然渔业资源的生产性捕捞。在此背景下，这个村子的多数渔民已经完成了退捕转产的工作。然而，民警发现村子里有个别村民仍试图私自进行非法捕捞活动。这个村它主要都是渔民形成的，基本上不是亲戚就是朋友，如果有生人进去的话一般肯定会打草惊蛇，或者是觉得会引起警觉。我们为了不打草惊蛇，就是侦查员通过化妆侦查乔装成路人群众在村子里面走访，在走访过程当中呢也不能够长时间的一个停留，以免引起村子里面其他人的一个警觉。通过对附近村子的暗中走访，几名重点嫌疑人进入了警方的视线。其中一个胡某兵，他是有非法捕捞前科人员，而且他在6月份的时候也购买了船只还有网具。然后另外一组姓朱姓的一个姐妹，他们的话也是购买了塑料的筏子，也是可以用于非法捕捞。还有一个就是摸排到胡某勇的，他白天不在村子里面，但是晚上就回到了村子里面。而且上述的这3个人的话，他们近期的一个娱乐、唱歌，还有消费用于打麻将的消费支出相对比较频繁。如果说长期放任他们在这个自然保护区内进行一个非法捕捞作业的话，
它会对一个水生生物进行一个伤害，甚至有可能对江豚的生存问题造成一定的影响。为了能有效打击非法捕捞行为，完整的证据链至关重要。然而，犯罪嫌疑人总是在深夜凌晨时段实施非法捕捞，这样一来，常规的侦查设备就难以锁定犯罪事实。后来我们就采用微光取证仪，通过在江对岸的湖南蕲城麋鹿保护区当中的一个树林里面进行一个架设，来进行一个取证。通过架设微光取证仪，成功拍到了嫌疑对象整个作案的一个过程，很兴奋，因为我们的整个作案的过程拍摄到了，我们的取证是非常成功的。捕捞作业完成过后，都会有一辆三轮车来进行一个接货。接货的三轮车，这个人到底是谁？是他的同伙，还是专门来收鱼的人？将我们的侦查设备放在那个草丛里面，来拍摄他们整个洗鱼的一个过程，到底是谁来收这些鱼，他们的鱼又卖到了哪些地方。后来经过调查，这个驾驶三轮车的男子就是杨某华。当我们驾车从他家门口经过的时候，他会有意识地侧身，将他手中的物品、手中的鱼钩挡住。待我们离开后，他再继续。杨某华这个人，他交易的地点并不是很固定，但是他每次交易都已经被我们侦查员已经锁定了。另一名收鱼的人的身份信息，潘某桥，他在收完鱼货物过后，不会在建立本地停留，他都会直接驾驶他的银色的小货车，直接从建立出发前往岳阳。我们打案件不是为了单一打现行的案件，我们要打就要打深打透，打整个捕运销整个网络整个环节整个链条。通过我们前期的一个侦查，条件已经很成熟，大概在八月份的时候，就专案组就研究决定要收网了。在8月23日这一天，我们专案组获取到胡某勇今天晚上会进行非法捕捞的一个作业，当天地段今天晚上收网。没过通知，两个人站好，站这边，手持好，坐好。我这边，这边。第一筐是里面，这里面有多少斤？毛子105斤。这个呢？第二筐。第二筐这多少斤？我们现场勘查结束后一并带回，好吧？啊，就是。历时近两个月，专案组一举打掉分别以胡某兵、胡某勇、朱某贵为首的三个犯罪团伙。一个横跨湘鄂两省的捕运销全链条非法捕捞水产品案全面告破。2021年长江十年禁渔启动以来，长江规模性非法捕捞犯罪活动得到有效遏制，禁捕水域管理秩序平稳，水生生物资源恢复向好。该案就是我们常态化打击非法捕捞犯罪的一个典型案例。通过持续严打，切实担负起维护长江生态安全的特殊使命，有力守护一江碧水。长江流域是世界上水生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区域之一，分布有400多种鱼类。自2021年实施禁渔以来，鱼类资源开始逐步恢复。2022年，标志性物种长江江豚的种群数量
达到了1249头，相比2017年普查时增加了237头，实现了历史性的止跌回升。同时，长江刀鱼也溯河回游至洞庭湖，到达了其历史上最远的分布水域。我就是本地人，我以前从来没有在长江上面，长江自然水域上面看见江豚，我甚至一度以为这只是一个传说。但是直到十年禁捕政策实施之后，我有一次在巡逻，乘坐巡逻艇在江面巡逻的过程中，能够亲眼看到了三只江豚跟随着我们巡逻艇的浪花奔涌的感觉，对这份工作的一个成就感也油然而生。